中原到大漠，今天上堂历史课，三国貂蝉和吕布，历史舞台大人物，吕布为他着魔，勾结王与杀董卓，杀完董卓投袁术，胯下战马叫赤兔，杀敌斩将已无数，三英无法挡他路，要问三英哪几位，关羽张飞和刘备，三人称兄又道弟，铸就桃园三结义，刘备又叫刘玄德，誓死要把江山夺，赵云也把他辅佐，三顾茅庐请诸葛，说完三国讲水浒，山东梁山雷震虎，农民起义抢国土，那拼命要为民做主，梁山宋江是大王，人称孝义黑三郎，策略指挥能力强，武术不是他擅长，二哥名字叫武松，练就一身好武功，人送外号叫行者，愿为兄弟拔面舍，梁山好汉战风浪，敌众我寡不惧怕，青丝都变成白发，他的美名传天下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前浪拍在沙滩上，梁山一百单八将，我来把他分外唱，陆云龙公孙胜，买个手机叫 iPhone， 小李广是花荣，弹弓比赛爬成熊，母夜叉孙二娘就爱欺负喜羊羊，青面兽是杨志，顿顿燕窝和鱼翅，八和尚鲁智深带着链子开大奔，炎炎罗蓝小七成天成宿打飞机，小旋风是柴界坐着地铁玩微信，这个屌丝真给劲，把青龙白虎真上瘾，龙火星是孔亮，爱吃大葱蘸大酱，矮脚虎是王英，拿的居然来月经，扑天雕是李应，身上八十多种病，而且全都是恶性，那么随时都能要他命，神火将为帝国，为了金钱眼全裸，跳剑湖是陈达，走私毒品充当